在中国，有一个只为相聚而存在的节日，中秋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有一种只为中秋而存在的美食，月饼。月饼的模样就像这一天的月亮，圆，意味着圆满和欢乐。圆，意味着团聚和长久。而月饼是将这些愿望包裹在圆里，是将团聚的这一刻握在手中，是在分享中将快乐无限复制。过中秋，赏月亮，吃月饼。